你还在怀疑人家江小雨呢？哎，我不是在怀疑他，咱们把这事情给捋一捋。江小雨第一次出现，是出现在蔡彪和吴影他们去买粮食的路上，怎么这么巧碰上日本人还有伪军在追杀他呢？这些个王八蛋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也并不新鲜。好，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。 他在韩江又遇到了鬼子和伪军，是吴影和蔡彪把鬼子引到那边，所以才遇上了这帮鬼子。那两个同志都牺牲了，他却没事。那俩同志牺牲也是为了掩护他，所以江小雨才逃过了这一劫。那好，后来他出现在了溪水村，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，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溪水村，怎么这么巧？ 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，这会不会真的是巧合呢？其实开始我分析这一切也都是巧合，后来他又出现在你们一块去的朝阳城，他阴差阳错的救了柳禅，而且呢，又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假消息，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？这些蹊跷的事怎么都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？ 这我也想不明白。对了，我就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。白三，说实话，我也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，所以我才和你分析这些情况。但是多年的斗争告诉我，我的怀疑没有一次是多余的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啊，多留意这个人，否则会给咱们突击队造成更大的损失。行，没问题。 老杨啊，我说话算话，今天这请你多喝几盅，不醉不休。王队长，您这也太客气了。嗯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看这样吧，这顿饭我来请。怎么着？瞧不起我？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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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哎呀，走，走。我说咱们上楼上去啊。好，请。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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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王队长。 我说今天怎么喜鹊叫呢？我就知道有贵客来。原来是王队长大驾光临。哎呦，王队长啊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。今天是哪阵子香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哟，别提了，还香风呢。最近这阵子啊，净挂邪风。哦，我王金彪走霉运。哎，我想通了。啊，这人生在世啊。 窝窝囊囊也是一天，这快快乐乐也是一天。就是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不，我把腰子关也请来了，<笑>好好喝两杯去晦气，没准啊，能破财免灾呀、啊。瞧你说的，王队长到我这儿来，那是小店蓬荜生辉啊，怎么能让您自己掏钱呢？<笑>老规矩啊，好酒好菜敞开点送我的。哎，不行，你这庆香楼我也没少来，每次都是你请客。 今天无论如何得我自己掏钱了。哎呀，你见外了不是啊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啊。我这小店要没有你撑腰，那撑到今天啊！<笑>今天这酒啊，我请定了。哎呦，既然我二嫂这么诚心诚意的，我再推辞就见外了。就是就是啊，<笑>小李子，哎，把王队长和姚副官请到天字一号去。 好酒好菜，尽管点。哎，王队长，二位请吧。行，行，下次不能这样啊。杨副官，请。是好喝好啊。哎，两位慢用啊。好，王队长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啊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哟，王队长，我说呢，你怎么总喜欢来这儿啊？没想到你在这这么受欢迎啊。你也知道。 我没什么本事，就是人缘好。<笑>来来来来，干干！痛快，这才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！<笑>哎，吃菜吃菜啊！<笑>哎，万队长，我看你今天一直黑着个脸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？你不说还好，一说我这一肚子气，哼，又怎么了？ 下午我有任务，你也知道。嗯，哎，到那边才知道，新四军的突击队潜入了。那后来呢？我他妈以为啊，他们怎么也得乒乒乓乓打个天翻地覆的。嗯，结果呀，一枪没开，人家脚底抹油溜了。
害老子空欢喜一场。哎呀，我还真没看出来啊，王队长这么神勇，一心就想杀敌立功啊。来，兄弟再敬你呗。这算了吧，老弟。啊，谁他妈愿意为鬼子啊，不为日本人卖命打仗啊？我的底细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枪炮一响黄金万两，可这一枪没打他就没有弹药消耗，没有弹药消耗我拿什么做手脚买卖军火呀。那好，我就祝王队长下次大发横财。这会儿我一听，来，干，来干。哎呀，来来来，马上。哎，姚副官啊，上次多亏了你相救啊。这条小黄鱼，我们张将军请笑纳。哎，不，您这是太客气了，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再说了，上次我就是举手之劳，您真不用这么破费的啊。杨副官，是不是嫌少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。你看，我妹夫不止一次的说，只有你姚邦彦才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再说了，我王某以后的军火买卖还得仰仗老弟您呢啊！您这点心意啊，一定得收下啊！无论如何都得收下。王队长，你听我说啊，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但是这个真的不能收。老副官呐，是不是怕这小黄鱼咬手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请你喝酒，除了答谢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这就对了，王队长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开口。好，很简单，就是拉你入伙。这军火的买卖呀，也有你一份儿。哎，不，王队长，我姚某人胆子小，这种大买卖我真不能做啊。姚副官，你也是个明白人啊，从来这倒卖军火是要掉脑袋的。如果你肯入伙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有我汪金彪的，就有你姚邦彦的。要是你不肯入伙的话，你知道我汪金彪这么多事情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？好，既然王队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以后的军火买卖就算我一份。这就对了吧。以后啊，咱们是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干。哎呀，小李子，再拿两壶酒。要拿好的啊。来呀，干，这儿呢。我知道。再马上。马上吧。好，王队长。王队长，你喝多了你。我去送你去啊，王队长，别动啊。马队长一直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，你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？鬼子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封锁得很紧，黄协军里面连牛德才、周义夫他们都可能不知道情况。不过这也难怪，鬼子向来不信任黄协军。你放心，我会继续查下去的。那你要多加小心呢。没事，我在黄协军队伍里面隐藏了这么久，牛德才对我又信任有加，而且黄金彪这边也想拉拢我，让我和他一起倒卖军火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了我一条金条，待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的同志。好。
回去吧，王建彪醒来就麻烦了，快去吧。好。你说错了，我们是兄弟。哎，是是是，我得叫你哥。哎，有咱妹夫在，咱们一路顺风。哎，是不是？对。来来，扶着他。好嘞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好，好。来来来，来来，一二三，来走，还能喝？上喝哪儿？来上。来，送到司令部啊。好嘞，大杯。好，大杯。我很感兴趣，你们的战斗机是怎么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？I'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fighter. It's how to take off on aircraft carrier. 你跟中国政府的联络方式是什么 ？How do you contact Chinese government?一共有五个飞行员执行任务，还有三个，另外三个人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落下来的？我希望你老实交代。And there should be five people in your bomber. When and where did other three parachuted? I hope you're honest, Toad. 我告诉你们，就算你们现在不说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开口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几个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少佐，昨天晚上我们的人发现王金彪和姚邦彦在一起喝酒，后来他们就各自回家了。你们一直盯着他们回家的吗？是的，他们都各自回家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好吧，那继续观察他们。嘿，蔡大哥。啊，小雨啊。蔡大哥。下次有这种事情，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？让我来帮你洗。哎哎哎，不不不，我自己能洗，不麻烦你了。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，你们大男人啊，天生就不是干这种活的料。谢谢你啊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快去忙你的正经事吧。这衣服等我洗好晾干以后，给你送过去。哟，干白老大，瞒着你，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，老子可看见你跟那娘们卿卿我我的啊！瞧你说的，白老大，你有没有觉得自从这江姑娘来了以后啊，咱们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？老子没觉得，那像你说的，怎么滋润了？这不明摆着吗？现在啊，饭菜有人做了，衣服有人洗了，这日子过得还不滋润呢。哎，老子问你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娘们了？这说什么玩意儿啊！真是，你看你怂样呗。嗨，我说白老大，再怎么说呀，我蔡彪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对吧？到现在还没个女人，那我看上江姑娘，人长得漂亮又勤快。对他有点好感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嘛。老子可告诉你啊，咱们是来这儿打小鬼子的，
你别跟这娘们搞这个里根楞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江小雨那边什么情况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一直盯着他，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他也就学学医，而且洗洗衣服什么的。那也不要掉以轻心，还要继续观察他，留意他。啊，好。王二嫂那边到现在也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，我们得想办法主动出击。是啊，这小鬼子肯定把美国飞行员给送走，咱们必须在他们送走之前把他们救出来。是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日本人只有宫本、赤坂和两只虎，他们知道这美国飞行员的下落。宫本这个人根本不容易见到，而赤坂龙一这个人身手十分了得。我觉得，只有抓住两只虎，才能够从他们嘴里面撬出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下落。行，那我派兄弟们打探他们的消息，然后准备下手。嗯，你看，这是那两只虎经常去的地方，你瞧。别那么多牢骚了，让你等着，就好好等着吧。是等没关系，可咱也知道为什么等了，天天稀里糊涂的。哎，你发现了没有？白老大和马队长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，行动之前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，行动之后才告诉我们。是啊，你说。以前跟那个练习明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跟亲兄弟一样，什么事都商量着来。可自从那个马队长来了以后呢，他就不一样了，好像对咱们呢谁都不信任似的。练队长啊，跟咱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像哥们儿一样。马队长，时间长了就好了，对吧？可能吧。那边怎么样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两个在鬼子的军部门口守了一天，才看见那个赤坂带着那个两虎还有一队小鬼子兵出来。那他们枪，对呀、啊，但是咱们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把这个
二虎给弄出来啊。哎，这样，你的日语比较好，明天咱们两个装扮成日本军官混进去，你们两个在外面接应，咱们见机行事。好，好，好，记住了啊，这件事情绝对保密，不要对任何人讲。大家分头准备。好。哎，师爷，啊，你说啊，你那两句鸟语有时候还挺管用的。那是，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我彪子出马。哎呦呦呦，说你胖你还喘啊！哼，哎，你说这马队长是不是太谨慎了啊？怎么防备自己人就跟防贼似的？再怎么说，咱们也是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啊，他这么安排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就是。行，你们哪儿那么多屁话？既然马队长行事谨慎，啊，那自有他的道理。他不想告诉别人，那咱们就按他的命令执行，听见没有？行，执行命令呗。谁让咱们现在是新四军呢？影子啊，你跟我去准备一下弹药。哥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给你弄个大的。大。谁啊？蔡大哥，是我。啊，小雨，哦，来了，来了啊，来了。小雨，蔡大哥，快快请进，快请坐，我给你倒水去啊。哎呀，别忙活了，我不渴。来来，喝水。蔡大哥，啊，你也不问问我来找你干什么呀？对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，我明天想上山去给伤病员采些草药，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吗？有啊，有空，我天天都有空。真的？啊，你真好。哟，我差点忘了，明天恐怕不行，我有点事儿，要不后天你看行吗？为什么明天不行啊？伤病员急等着用药，这种事情可不能拖延啊。不是，我明天真的有事啊。到底有什么事情非办不可啊？那你还是不想陪我去？没关系。那我自己去好了。哎，不是，小雨，我明天有任务啊。你骗人！你有任务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还是不想陪我去？我真的有任务，我骗你干嘛？你还是在骗我！哎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，我是在执行秘密任务。秘密任务？那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秘密任务？你说出来，我就信你。你就别逼我了，这次行动是不能告诉大家的。这是马队长的意思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马队长他不信任我，这件事情整个突击队谁看不出来？可是我并不在乎，因为至少其他的队员他们是相信我的。就算其他队员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，至少蔡大哥你相信我。可是到了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蔡大哥你也怀疑我，那我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小雨，小雨，我蔡彪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不过是遵守纪律，队长不让说的事情不说而已，你可千万别多想啊。蔡大哥，在整个突击队里我最在乎的人就是你，可现在连你也怀疑我。
你让我以后怎么办？小云，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彩票从来都没怀疑过你。我要是知道什么，我就会告诉你的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蔡彪信任你，胜过信任任何人。真的？真的。蔡大哥，你也不用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不想让你为难。哎呀，有什么好为难的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有个捕虎行动。捕虎？啊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小雨，那我就全都告诉你吧。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！啊。有情况，发现一个新的频率。哎，香儿姐，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个新的频率。二姐，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电文，你看一下。是加密的电文，对方从发送到结束用了多长时间？时间很短，看来是一个很老练的发报员。继续监听。是。少佐，这是铃木大卫发来的密电。八哥，这帮新四军真是太猖狂了。少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居然想在宫本司令的寿宴上绑架你们二虎中的一个。什么？想绑架我们？一定不会轻饶他们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寿宴，你不让我本人出席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得到一个密报，在您寿宴当天晚上，会有新四军潜伏到您的晚宴里面，要对石野或石原进行绑架。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新四军也太不自量力了吧？嗨，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计划，所以我想等到那个时候，东京俱乐部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所以考虑再三，还是希望您不要参加为好。好啊，我可以不去，但是寿宴照常进行。新四军的队长马志成不是要搞抓虎行动吗？我们就将计就计，给他来个宰马行动。嘿，司令您放心，属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队长，这份密电使用的加密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所以现在暂时破译不了。日军使用了新的加密方式，说明他们这次传递的消息非常重要。
再加把劲，想办法把这个破译出来。行，我试试吧。辛苦你了。那我走了，队长。司令，贺礼准备好了。哦，邦彦啊，你去忙吧，今天你就不用去了。是。德彩，德彩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德彩啊，你真的舍得把咱们家的玉观音送给宫本呐？哎呀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玉观音呐，是用一整块上好的和田玉雕刻的，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，你怎么舍得送人呢？哎呀，我说太太呀，你就不要给我添堵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呀？啊？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宝贝它价值连城吗？那就送点别的东西就好了嘛，生日年年过，意思一下不就行了吗？那你说送点什么？咱们家的古董挂钟也不错啊。哎呀，那是个假货，谁看不出来呀？啊，再说了，人家做寿你送钟，那不明摆着骂人吗？你以为那些小日本鬼子全都是傻子呀？那人家就是舍不得这价值连城的玉观音嘛。好了好了，啊，俗话说呀，人在矮檐下，怎能不低头啊？我现在呀，在宫本的手下混饭吃，这阵子又接二连三的出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正好咱们利用这个机会，和他把关系搞好了。所以说呀，你就别再心疼了，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？再说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座玉观音，那也不是别人送给咱们的嘛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反正你下个月也过寿，咱们低外损失，低内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全听你的，我全听你的，好不好啊？娘子，咱们走了。这位先生，慢走啊。哎，好了。常来啊！哟，姚副官，啊、贵客啊，一个人呐？就我一个人。来，请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阿嫂，美国飞行员的关押地点我已经查到了，在鸡鸣港的大槐树下废屋里。日军昨晚来了个翻译官，我是从他嘴里得到的消息。这样，你现在马上去通知突击队的马队长去救人。哎呀，糟了！马队长上午进城的时候从我这儿走的，他打算中午行动，他要亲自去东京俱乐部抓捕二虎，想从他们的嘴中得到消息。啊！他们打算在宫本的寿宴中下手，这太冒险了，周围全是鬼子，不行！马上通知他们立刻停止行动。行，那我马上告诉小李子，让他通知他们。我还得去，正好今天牛德才也去，我是他的副官，应该可以混得进去。这样，二嫂，你让小李子在外面等待接应的同志，我进俱乐部去通知马队长。好的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好，走。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报告少佐，全部准备完毕，就等他们上钩了。嗯，
将军，一会儿如果我们行动起来的话，你要把所有的客人都转移到外面去。我们要确保我们日本人没有一个受到伤害，然后再派兵把这里包围起来。我明白，请赤坂君放心。一会儿马志成过来，他的目标是你们两个当中的一个，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水野石原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做到见机行事。嗨，出现了，我会盯紧他的。那边好，队长，你看，日军的检查太严了，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，我自己去吧。不行，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，我跟你一块进去吧。这是命令。那你小心点。李北请，李北请，李北请。